爬下去，爬下。大屁股，你屁股怎么那么大？吃肉胖哦。吃那么多，每天吃几餐？吃三餐，还有吃宵夜，还有吃现在零两食餐而已，吗？现在两餐而已，没有零食。连两餐，有宵夜跟零还食。有去偷吃小老鼠吗？来来来，偷吃小，家里没有老鼠。对，那吃蟑螂、好蚂蚁可怕，吗？老鼠好可怕，老鼠很可怕的点。还是吃蜘蛛？他吃木屑，啊，咬木头。对，超喜欢咬。去哪里咬木头？他那间有那个大柜子，啊，他咬那个，破坏狂。真的，我们家猫在，我们家那个沙发也是啊。狗，我们那只狗以前会呀、那是它小是智，家牙齿具，咬，那是牙齿对，咬牙齿，的。然后咬那个什么窗，啊，他们都在磨纱爪子窗。啊，磨爪子。哦，哦，抓到虫啊！了哦！趴下，趴下，你觉得今天怎么来一个这么反的？趴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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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指趴下，小指趴下，趴下，小指，趴下，很可爱的名字。趴下，嗯，趴好，投下去，投下去，趴下。爪子都伸出来，你看它那个爪可以他的爪子伸出来，超级可以收起来这样严子。谨的，完全不尖。对，谁帮他剪的？我妈，我们他家，有没有办法剪呢、我跟我妹两个人没用，他怎么会乖乖让你剪？完全不行，他真的。